你说对，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虽然说像我们这种人啊，不被着关注，不被关注，但是总被炒作上，总有人拿我们这些话题炒作，炒作的对象都有什么呢？人妖啦，反串啦，变性啦，同性恋啦，变态啦，对，就总是就是说题目总是就离不开这些话题，今儿个这个卖个人啦，明儿那个同性恋得艾滋病啦，一整电视就报道，什么深夜的什么小公园小树林里头有个中年妇女在卖淫，结果原来她是个男人身，那人家卖淫咋的？那你卖淫，你卖淫靠自己怎么的呀？对不对？那你说你卖淫，你说你要不然你说你卖啥？你说你卖啥？对不对？你说你他妈的卖水果啊？那水果隔两天烂了，你卖不去还得烂你手里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卖肉卖菜吧，那玩意儿他妈也容易烂。你说你在你卖家具啊，你卖家用电器，那玩意儿多大的资本呢？你得付出多大的资本，对不对？而且你卖好行，你卖不好你行，你干那个赔的老逼朝天。所以说这东西你说你卖啥呀？那咱们身体就有点啥，对吧？那有啥就卖啥呗。这玩意儿可讲话，爹妈给的，随身带的，使不完用不坏的，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的，是不是？那这不需要任何，这主要是这个不需要任何，就是说任何金钱啊。不需要任何本钱，主要是，对，那你这卖点咋的了？那怎么的还不行给人活路了？不给人家留会活路了？那人家卖人家自己也没卖你的，买了一抓着飞行拷打的，你就问呐，啊，你跟他大哥玩，你收多钱？就问你收多钱？你说多吓人呢，这帮人呢？让那大哥有的啊，一抓着了，哎呀妈呀，妈呀，他是男的，妈，我知道他是男的，我都不能玩他，可敢在那装，可敢炒作了，可敢说话了都，敢说不玩了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亲热的大哥都知道，你知道吧？都知道他是个人妖。我跟你讲，有的就是那些就是专门找人妖，就想让人妖操他的，专门就有这种男的，就喜欢就那一堆的，你知道吗？就他的小菊花早已泛滥多时了，早想找个大人妖的怼他操他啥的，真事儿的，就可多这种人了。卖嘴呀，我这嘴也不行啊，我嘴给人做口活不行啊，我怕我中梅毒，对，那嘴型到时候肿一下像驴鼻似的翻起来，不敢。妈，感谢黑三老妖给你说高兴，还给你说高潮了你。感谢啊，亲爱的。那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？那你说，那你说，当今这个社会这么，就是说，这么金钱的社会，那你说你不整点副业，你说你干点啥呀？你光说来做歪歪，你说劈腿拉胯来那样开直播，这问题也没有啥礼物啊。你像人家哪个大主播啥的来劈腿拉胯来一坐啊，啊，这大哥那大哥的。还有那些某些女主播来那一坐，这大哥那大哥，大哥长大哥短，大哥硬了他可不管，真事儿的。那家伙那大哥叫的可来耐了，那叫大哥叫的比他叫他亲爹都亲，吓不吓人？你们就说吓不吓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吧，我求在场的所有的那个咱们家兄弟姐妹啊，还有你就是刚进来的这帮兄弟姐妹，给我们这帮就是说另类的人，就是另类的群体，给我们留些活路吧，是不是？别逼着我们都去卖淫去。如果说这帮人妖反串都炸起来，都去卖淫了，那就乱了。对，那你就给我们搁一个省，你都给我们搁监狱，你就扩一个，先盖一个省那么大的一个大房子，都不够我们住的，你都装不下我们，主要就是群体太多呀，对，这帮人妖反串太多，所以说给我们一片活路吧，请还我们一片天空，
我们会给你们一个很纯净、很纯净的世界。